你这是干嘛呀你？认识啊？啊，我来拿点东西。我看你们不在，我就自己开门进去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钥匙给你放桌上了。好。啊，这那个你们聊，我先进去了。哎，郑楚啊，感情纠纷呢，在家里处理好，千万别影响工作。 新女朋友啊？哦，不是，她是我上司。嚯，女强人啊！跳跳，哎，其实你挺适合这种御姐女王范儿的，真的。<笑>再说一遍，她是我上司。跟我解释什么呀？哎呦，跟你老实说吧，其实之前吧，我对你挺愧疚的。 但现在看你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祝你们幸福，啊，走吧。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，我怎么会喜欢这种女人？再见。谢谢。 我是哪种女人啊？您没回屋啊？别转移话题，我问你呢，我是哪种女人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，刚才……行了，你别解释了。郑楚，作为上司呢，我不想干涉下属的私生活，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这女人不是年终奖，越多越好。你说刚才吧，幸好是我看见了，万一被你…… 你说说，什么事啊？哥，我上次不跟你说过了吗？今晚我开庆祝酒会啊！你不早说，我差点忘了。好，下班再过去吧。嗯，好了。叔叔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要开始了啊！嗯。 好，那我等你啊。嗯嗯。果果，什么大事？急着要我过来？哥，今天我要跟郑楚表白，你这当哥的怎么能不在呢？不要再闹了，郑楚要是生气的话，你自己承担后果。你放心好了，他一定会感动到哭的。妈，扛果果，哎呦，你快一点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聊天呢？啊，哎，哥哥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。哥哥，等我啊。啊，走啊。 谢谢。